今天我想为大家分享本周的精选爱多美产品。你们是否经常感到身体很疲惫，好像怎么睡都好像睡不饱睡不够，经常呢心情感到非常的低落，有时还会对身边的人莫名其妙的大发脾气，那么你可能患上情绪病咯。再来，如果你也有嘴破贫血的问题，甚至眼睛很畏光，看到光眼睛就好像睁不开的感觉，还有面对掉发白发的问题的话，那么你的身体可能缺少了维生素 B 群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款爱多美的维生素 B 群复合物。这样子一粒的维生素 B 群呢，就含有了8种维生素 B 群的复合物。每一种维生素 B 群的复合物的原料都已经经过韩国 KFDA 的医药食品局的认证，是绝对安全服用的。里面含有 B1、B2、B3、B5、B6、B7、B9 和 B12。每一种维生素 B 群的含量高达每日建议摄取的100%以上，其中呢 B1 和 B6 的含量竟然高达了3333%，所以呢吃了真的会让你元气满满，身体不容易疲倦，而且情绪也比较平稳，也比较容易入睡哦。爱多美的维生素 B 群呢，价格不止合理，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呢真的是给到你非常的足够的，吃了真的会很有感觉了。爱多美一罐 B 群里面有90粒，可以提供3个月的量，一天吃一粒，建议饭后吃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的话，记得关注我的脸书还有我的 Instagram。 好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分享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，拜拜。